是叮咚咚侠。这一次我就要彻底打败你。哼，这句话我已经听腻了，不过今天我们两个确实要做个了断。目标名称小坚果，内心善良，不符合要求。目标僵尸博士，本世界仍有 boss， 内心热爱科学，目标是振兴种族，不够邪恶，不符合要求。什么？你竟然说我不够邪恶？哈哈，那我这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邪恶。开始寻找宿主。哎呀，过期的 boss 不如狗啊！boss 降临，喜欢记得关注手游酷玩哦。